小猪佩奇捡到了一个超级巨大的梨子，他准备搬回家，但是这个梨子太重了，小猪佩奇只是将它缓缓地搬起。这时泰罗奥特曼看到了小猪佩奇，然后就过来帮助小猪佩奇将梨子搬回了家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有粉色、玫红色、红色、浅绿色、深绿色、灰色、黄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